查保險啫，都搞到咁大鑊。從蘇北那邊搖過來。我是鐘淑佳，我是一位導演。其实这个行业是我人生里面第一个行业，也是我唯一一个做过的工作。导演这个工作，换一个说法的话，他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专家，因为每天一个导演在一个现场里面，都需要你来做一个判断、一个决定，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，又要保持你自己作品的你想要的那种风格。做一个导演的话，其实你需要具备的是一个很多方面的知识。不是你去念完导演系出来，你就是有足够的能力能当个导演，因为里面有很多技术上的事情啊，经验上的事情啊，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来磨练。你要不停地对自己有要求，还有对新的事物有一个理解，还有就有一个接受的能力。电影是一个梦想，一个理想。每一个人在每一个行业里面，在人生的路程里面，是一定会遇到一些坎坷的地方，或者是不愉快的地方，甚至乎让你想放弃的地方。对我来讲，比较坎坷的是，应该是我刚从电视台离开 TVB 出来拍电影的时候，曾经很辉煌的香港电影，从每年可能拍100多部电影，减到一年最多就拍几十部。当你一开始进入到那个梦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梦想已经不存在了。你想想那种感受是多难受。但是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，然后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爱好兴趣作为自己的工作，其实已经是一件比所有人都幸福的事情。所以哪怕是多艰难多艰苦的时候，你都不会想着要放弃，因为始终那个是你的最爱。每个导演或者每个创作人，他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一个不同的看法。我是一个很怕不停地重复做同一件事情的人，我会希望可以让自己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，才能找到自己可以进步的空间。到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，我觉得传达一个比较正面的价值观，是我现在最希望在我作品里面能传达出去的。